对不起，我又拜了些小玩意儿回家。超级精美的樱花造型的防烫隔离垫，再也不用担心热的锅子会烫坏漂亮的桌垫了。颜值超高的北欧风撞色系分隔调料和快勺置物盒，可以用来放勺子、筷子当蘸料碟的可爱小猫陶瓷碗，柔柔软软又非常萌趣的小兔子珊瑚绒毛巾、浴巾、干发帽三件套，可以折叠收纳的壁挂式小熊脏衣篮，洗澡就方便多了。